夫妻吵架时要看着对方的哪里？夫妻吵架时应该要看着对方的哪个部位？看眼睛。看眼睛其实很挑衅哎。看眼睛是你去非洲大草原的时候，那个狮子盯着你的时候，你不是应该回避他的眼神吗？可是我绝不是狮子啊。不管了，我要换。好糟糕了，这个牌子只能换座位。换座位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